本轮疫情发生后，我们迅速组织流调队伍，不分昼夜的对确诊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进行调查，将流调信息及时报告市指挥部研判，筛查识别出密切接触者，第一时间推送至各地，落实医学观察措施。我们对全市重点的产品、食品、重点区域外环境和污水样品进行检测，检测结果均为阴性，对可能被污染的外环境均已实施终末消毒。